Costco 里有哪些夏天的应季商品值得推荐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苑。其实夏天呢，因为天气炎热，所以很多人的这个食欲都不太好。夏天我们在 Costco 里经常购买的商品无外乎就是饮料、水果、酸奶、冰激凌，就这些。那我今天呢，就给大家推荐一些我认为非常值得购买的商品。这种西红柿非常非常推荐，这是我在美国吃过最好吃的西红柿。这老外呢拿它来做披萨，大家看啊，但实际上呢，我们买过来直接切开就可以撒上一点白糖，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西红柿的味道，口感特别好，而且它的汁水呢也非常的丰富。如果你拿它来做西红柿炒鸡蛋也是非常推荐的。视频正式开始之前，请大家订阅老苑的频道，点击视频右侧小铃铛，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。夏季饮品里的气泡水是非常推荐的。那气泡水呢，是一种含有二氧化碳气泡的饮品，它在口感上和普通水有所不同。它的好处呢，第一呢，就是口感和口味它有一些变化啊，主要是和普通的水相比啊，气泡水带有微弱的碳酸气泡，就让人感觉到有趣，而且呢也会给人带来这种愉悦感。第二呢，就是可以帮助消化，主要是碳酸气泡吧，可以刺激这个胃酸的产生，从而呢促进食物的消化的这个过程。第三呢，就是可以提供这个饱腹感，那也是因为啊，气泡可以增加水的体积，就会给人一种饱腹感。当然了，这也有助于控制食欲。还有呢，就是气泡水可以平衡身体的酸碱度，还可以呢有效的缓解便秘，降低胆固醇。用气泡水代替高糖饮料，会对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好处。选择好的气泡水，那主要呢就是要看它有没有添加糖，还有就是它用的是人造香精啊，还是天然香精啊，还是纯天然的这种水果。那 Costco 里呢也有不少气泡水，基本上都是不含糖或者这种甜味剂的，而且呢都是零卡路里，都是非常推荐的。我给大家看一看啊，这个啊是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的矿泉水的品牌，它源自意大利北部同名的圣佩莱格里诺小镇，它是以这个清爽的口感和高品质而闻名，是通过长期的自然过滤，从地下深层岩石中啊获得独特的矿物质组合。那这个矿泉水呢在全球都非常有名，是以其高端的形象和品质，那成为了很多人啊在各种场合或者享受美食时的这种选择。那 Costco 里呢这个价格是很实惠的，对人的健康又有益，绝对值得大家买回家里啊去装一装。它有两种包装啊，这个是大瓶的，是750毫升，这个是玻璃瓶的，然后里面是15瓶，卖$23。这个是小包装的，这个一瓶是500毫升，24瓶，然后它是也是卖$23。Costco 里还有很多的椰子水，也是非常推荐的，尤其是在夏天放在冰箱里头，然后拿出来喝一喝，特别清爽。我非常推荐这一款椰子水，它是 Costco 自有的品牌，而且它是有机的。大家先看啊，它的价格是每个单位每个夸托就是不到1000毫升吧，950毫升是$2.07，但是旁边呢也有椰子水，它的价格呢是每个夸托是3.36，而且这一款呢它每一个里面的卡路里是30卡路里，它是240毫升，然后呢它是不含有任何的额外添加的糖，这个糖分呢都是原来的椰子里面的糖分。而这一款呢它的一个单位大家看一眼是330毫升，它的卡路里是60卡路里，而且它这里的糖分呢是13克，其中有呢1克是添加的糖。所以把它按照同比例换算一下啊，因为它这个是240毫升嘛，所以大概它的糖分也就是7克，但是那个是13克，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一款 Costco 自有品牌的有机椰子水，又健康又便宜，非常值得购买。这个是同款的小包装，里面有12个，然后卖$11，也就是每一瓶椰子水不到$1。这款气泡水呢是 Costco 里最推荐的，因为一般呢 Costco 里的都是不添加糖的，但是呢有一些是有香精的。这个原料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是不含糖，然后呢就是水和这些果汁儿，而不是那种香精。而且现在还有优惠到6月11号，
原价是19.9元，减了5元，现在是14.9元，还有3天吧。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饮料，那一般说来呢，糖分都比较高，小朋友少喝一点还可以，大人呢就尽量啊，建议不要再喝了。这个夏天啊 ，Costco 的西瓜绝对是非常推荐的，它就一个毛病比较大，像我买10次有9次都非常非常的甜，而且呢价格也很实惠。7美金一整个，这个差不多有20磅，也就是一磅大概也就是4毛吧。你像我们买回去啊，有的呢是直接吃，大多数时候呢就是榨西瓜汁儿，用这个搅拌机直接榨汁儿，非常好。Costco 的这个桃子的季节马上就下来了，现在呢它是黄桃，我推荐的呢是白桃，那特别特别的好吃，它的口感呢还有味道啊，和我们小时候在北京吃的水蜜桃是一模一样的。需要注意的是呢，你要买啊这种表皮啊不是那种油油的啊，也有油的白桃，但是呢要毛茸茸的白桃。然后买回来如果它是比较硬的话，你要放一下，放到它软了以后，它里面的水分是很大的，味道是非常好的，所以白桃超级推荐。现在呢还没有下来，再等2个礼拜吧，我估计。还有很多的应季水果，像樱桃啊、蓝莓啊，那我的经验呢就是，如果想健康呢就买有机的，如果想好吃呢就不要买有机的。冰激凌呢也是大家夏天最常购买的食品之一，那 Costco 里呢冰激凌和冰棍儿、雪糕的这种种类都非常的多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一款雪糕吧，是相对比较推荐的，它是比较健康的，这边也写着呢，每一个里头呢是有100卡路里的热量，还有农业部的有机认证，然后是用可可做的，脂肪含量也很低，在雪糕里啊这是比较推荐的了。这一款冰激凌啊是我最推荐的，它的口感呢是最好的，里面有4种口味吧，然后其实最好吃的是这个椰子壳的，非常非常好吃啊，吃过的人几乎都喜欢。它是用这种椰子壳啊、柚子皮啊作为容器，然后里面呢是冰激凌，它这个每个里面的原料不一样，有的是椰子，有的是草莓、树莓、石榴，还有芒果，都是非转基因的。可以说啊，这是 Costco 里最好吃的冰激凌，非常推荐。这个是第二推荐的吧？那品牌大家都认识啊，哈根达斯，这个品质肯定没得说。它是香草牛奶在里面，外面呢是巧克力和杏仁，是这个皮儿，非常好吃，口感非常好。最关键呢，这所谓的哈根达斯啊，这一盒15个才卖14美元，一个也就1美元。如果你觉得雪糕热量比较高不太健康的话呢，那我第三推荐的就是这款，就是纯冰棍，那它是非转基因的啊，然后里面有4种口味，它有草莓的、有葡萄的、有菠萝的、还有青柠的，它的热量也不高，每一个也就是60卡路里的热量，它的口感啊比较简单，就和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冰棍是一样的，夏天回来呢吃一个是比较清爽的，也是很推荐的。它这个啊4种口味，24根冰棍，一共才不到12美元，每一根就是不到5毛美元。Costco 里也有很多的酸奶，但是酸奶呢也是它的这个糖的添加会比较多，而且它的这个香精也是比较多的添加，所以大家选购的时候要注意这两点。从健康角度啊，最推荐是这款，它叫 Triple Zero， 就是3个0吧，它是没有添加糖，没有其他的这个甜味剂啊，0%的这个脂肪，它有3种口味，然后也是非转基因的，每盒里呢它的卡路里的热量是90卡路里，这里面有18盒酸奶，它只卖14美元不到。从口感上来讲呢，最推荐是这一款，它有3种口味啊，蓝莓、草莓、柠檬，里面有12个，而且现在还有折扣，减去3.5元呢，只卖6.5元，12瓶酸奶，12盒酸奶。当然了 ，Costco 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夏季的应季商品，你像前门啊、后院放的各种野花，有很多种，还有防晒霜，我们运动时补充的电解质粉，还有我们在草地上坐着活动的时候需要的驱虫的这种喷雾剂都很多，质量也不错，大家可以自行来挑选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夏天应季的
水果、冰激凌、饮品之类的。那祝大家购物愉快，再见。